迎收看这一期的超级无敌非常好玩居家隔离下手直播版的无敌牛逼小游戏《眼色游戏》第七集。那么这个游戏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一定要把它看完。那么游戏规则是什么？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首先，裁判会问我们问题，第一个站起的人要回答一个字，第二个站起的人要回答两个字，第三个站起的人要回答三个字。还有一个没反应过来的笨笔就输了比赛。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站起来的话，就一起输了。游戏的规则就是这么简单，你听懂吗？懂你管不管，玩就看了。遇到杠精怎么办？灰。什么是灰？灰三大嘴巴。三大嘴巴不是、哦、不跟这帮人一般见识，他杠去吧。确实、啊、理解你的人永远都懂你。确实不懂你的人你说一万句都没有用。确实退退退说出一首歌的名字。我爱你，就最近很火的爱你，以前也很火，一直都很火的爱你，我一直都很喜欢。我不是觉得最近才火才说，我不累，我也在蹭热度。我的意思是，我最近以前我都很喜欢，我很喜欢演唱人，翻唱人也喜欢，我喜欢这个喜欢全世界的人。三个字儿，三个字儿。我爱你，不是。不是，我告诉你答案。滚，别发人了。别整我，我没人动你。这样，以后你第一个就交给你了，最简单那个一个字的，好吧？我给你一个万用答案。你狗喜欢吃什么？你。他这个裁判啊，是故意搞我，裁判搞事情。裤子口袋里有什么？裤子口袋，灰，工牌。你为什么把工牌随身携带？因为里面有电梯卡。哦，我以为你会说热爱工作呢。我热爱工作。啥没有？啥也没有。啥没有？啥也没有。啥子？啥没有？就我不到，就一个道理啊。你站起来是手揣兜里的，不是。我站起来什么时候手揣兜里？你给我，你给我别胡了吧？有没有人看着站起来？回放，胡说八道。就揣兜里，我没揣。等会儿啊，我现在就回，我就看回放去，我烦。啥没有？真揣兜里了，挺厉害啊！盯你醒，你真恶心，指定有点骚扰我了。现在，朝思暮想的是什么？钱。没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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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朝思暮想是工作，就想就不干。我妈妈最需要的孩子，升华了，孩子输了，为什么没有朝思暮想的东西呢？就是一时半会儿是想不出来。朝思暮想还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反正平时这孩子脑子里不装东西，我时时刻刻都在空白。啊，每天早上醒来，哎，我还活着呢。是不是他？打开窗户会看到什么？灯，他站住了。看窗户。你俩都输了，你刘海是不是该剪了？你这边是不是剪就倒死了？是不是只有那一边眼睛看不着了？吃过什么其他人没吃过的东西？这东西很正劲爆啊！这个东西只有自己知道，只有他了。只有他了，就只有那个答案。真的要说吗？但是我没吃过，我不说，我没说。这个我不承认，但只有他了。为了赢，为了赢，说吧，说吧。屎！哎，不对，我也吃过。一会儿戴口罩听着呗。我真的是。行吧，你这是真的吗？独家爆料是吗？就那种小时候还没记事儿的时候，就吃粑粑，就是拉裤兜了，然后就吃。妈妈一个没看住呀，然后就是就糊脸上了，不知道吃没吃，一个没看住我。啊，不要再说了，我也不知道呀。哦 ，no， 真的不塌房了。下面从两个字的答案开始，请问都有什么蔬菜？啊，菌菇、海鲜菇、哈姆利布布。刚胡说八道，他就想押韵，他没有想别的。
根本不想赢游戏。最喜欢做的运动是什么？跑步，跑快步。跑快步是什么？就跑很快，跑超快步。又回来了，死去的感觉又回来了。下面从三个字的答案开始，请说出一个地标建筑。三角塔，三金，这叫什么？五金塔。哎，这什么来着？五金塔，卖建材了呗。他想说金字塔是吧？对，金字塔。如果将来成为一个作家，给自己想一个笔名。一二三，我就乐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这笔名好，可以，李老师。说出一个鹿的名字。鹿的名字。梅花鹿。你俩咋一块儿赚钱？我活都想好了，下一个四个字，八个鸭路。公司开会自己会准备什么？充电宝。为啥呢？别管。为啥呢？别管。自己准备什么？还你汇报吗？锅碗瓢盆。公司开年会，你带锅碗瓢。你这是团建吧？我们开会。但是家伙事儿来了啊！所有人来吃席，不是。手机充电器，说什么都行，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最喜欢的家具是什么？樟脑丸。家具有樟脑丸？家具算樟脑丸，樟脑丸算家具？这你们就不懂。樟脑丸摆件，樟脑丸还能当摆件？对呀，什么都不能当摆件，我在这我都是摆件。首先，樟脑丸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樟脑丸它可以除草，可以除蟑螂。对，樟脑丸能除草，太可怕了。不能有樟脑丸，怪不得借不着樟脑丸了。一山不如二虎，超大衣柜，裁判半吊超大巨大这种词儿，迪迦奥特曼，家具有迪迦奥特曼，对啊，摆件，摆件是摆件，家具是家具，就是，不是我刚帮你解释的，你现在咋？我没说完呢，我说摆件是摆件，家具是家具，刚说的非常严谨，确实，因为迪迦奥特曼，它可能也是沙发的名称啊。你以为这个视频有彩蛋？这个不直播吗？不直播。播呀，播吧。为啥呀？粉丝想让你直播，你不直播吗？我就不播，我太累了，我这干视频，我又不是主播。你不是主播，你别干了，你废了，你别干了，你不直播，粉丝想让你直播，你不直播，你废了，你好好做笑吧，做好干啥呀？别干了，干了干什么？这视频也别做了，这天天不直播。不播，6月12号直播啊，兄弟们。